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韩厨艺。今天用荔枝和鸡肉来做好吃的，这种吃法相信很多朋友都没有吃过，非常的营养好吃，而且做法也特别简单。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把荔枝倒入大碗中，加入清水，把荔枝给它清洗一下。 捞出来，装入漏盘中控水备用。接着把鸡肉倒入大碗中，加入清水，把鸡肉清洗一下，控水捞出来，直接放入锅中，然后加入没过鸡肉的清水。 放几片生姜，两个葱结，适量料酒，把它搅拌一下，盖上盖子，开中火慢慢的烧开。随着温度的升高，里面的浮沫开始慢慢的漂浮出来，然后用勺子把浮沫打出来。浮沫呢，一定要把它打干净。 这些都是腥味的主要来源。然后给它煮一分钟左右，再把它控水捞出来，放入大碗中，用流动水多冲洗几次，把它冲洗干净。 洗净后放入碗中控水备用。接下来准备生姜切片，大葱切片，全部切好后装入盘中，放入一个草果、桂皮、香叶，放一旁备用。 接着，碗中放入一把红枣，一小把枸杞，加入清水，加一勺盐，适量的小苏打，抓拌均匀，多抓拌一会儿。加盐呢，可以起到消毒和杀菌的作用。小苏打的去污能力很强，可以把红枣和枸杞清洗的更干净。 然后把水过滤出来，再用流动水多冲洗一下，洗净后放在一旁控水备用。然后锅烧热，加少许猪油，把猪油炒至化开，先把草果放进去，炒出香味，然后把其他大料倒进去。 继续翻炒出香味，炒出香味后，把它控油捞出来，不要。跟着把鸡肉倒进去，像这样不停的翻炒。朋友们，视频都看到这了，拍摄不易，制作不易，请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，转发一下吧。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。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把它炒至鸡肉微微发黄，然后加入适量的开水。先把红枣放进去，盖上盖子，煮五分钟左右。这个时候，我们把荔枝皮剥掉。 再把荔枝核取出来。五分钟后，把剥好的荔枝倒入锅中，把它搅拌搅拌，烧开。 烧开后，把它盛出来，装入砂锅中，用砂锅炖出来会更加香味十足，汤汁也会更好喝。盖上盖子，中火炖十分钟左右。十分钟后，把枸杞放进去，加一勺盐，把它搅拌搅拌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 一道非常美味的荔枝炖鸡就做好了，清甜可口，营养丰富，汤汁鲜美，鸡肉吃起来不腥不柴，荔枝吃起来香甜绵软，好吃不上火，老人小孩都可以吃。加了红枣、枸杞，营养全面。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我是小韩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